天海藏家的香酥牛肉饼，我先来上一口，这个太香了，满满的肉馅，这个饼是36.9发20片，牛肉大葱粉丝馅的，里面是外酥里嫩，满满的馅料，回家用那个电饼铛一面蒸个5分钟就可以了，特别的方便。像我们平时上班或者上学的，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，把那个电饼铛上或者空气炸锅一放，油或者油锅煎一下，5、6分钟就搞定了。这一个是100克，他这个天海藏的牌子是很在现在卖的很好的一个牌子。每一个都是外酥里嫩，每一个都是满满的。鸡腿糯米笋炒肉，糯米笋炒肉，这一袋是248克糯米笋，免切免泡的回家炒个肉，200都特别的好吃，脆嫩鲜香。还没有了，
铁锅山药炖排骨。铁锅山药小粉皮子，27.9发三袋，一袋是500克，就是3斤。配料表里面特别干净，里面只有红薯淀粉、木薯淀粉，还有那个山药粉。平时炖个鸡肉啊，炖个排骨，炖个肉都特别的香，或者凉拌吃，爽滑劲道。文玉家的香辣米线跟那个香菇鸡汤米线，我倒在碗里面给你看一下，这一份量贼多了，满满的一碗。我在这里面加点水，这个有点太干了，水加少了。鸡蛋，我来给你看一下这里面的都有什么配料：一包米线，一个料包，一个酱包，这个香辣的酱包，还有这个脱水蔬菜跟那个干豆皮，一包粉，三包料。我给你看一下这个香菇鸡汤的，这个是香菇鸡汤的，这个就是鸡汤味特别浓郁，这个汤底特别的醇香，米粉特别的爽滑。特别好喝，是真的。它可以当早饭，可以当午饭，也可以当晚饭，也可以当夜宵，特别的方便，7-8分钟就泡好了。它这个都是用那个优质的大米做的米线。这个香辣的就是那种微辣。这个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啊。这个鸡汤呢，看的是没什么食欲，但是它这个鸡汤是真好吃。而且它这个量挺多，你看我都吃了那么多口了，还有那么多。